什么才是你想要的金门？这是我们可以一起实现的金门愿景。交通一好，解决金门观光发展的障碍，结合金门的多元文化，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。我们的金门高粱酒举世闻名，酒就交给会卖酒的人去卖，经营就交给专业的人去管理，不让政治影响了金酒的永续发展。为金门的长辈们提供更好的医疗照护，替出外打拼的乡亲照顾在家的父母，是我的责任。让每位乡亲都能安居乐业，住得开心，更要住得放心。这就是我们的金门，以交通、观光、金酒作为金门发展的主轴，跟政府一起，让金门变得更好。